VB 单列词会叫来写这个、啊、SV 单列词也可以写、啊、网页也可以、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啊、到底要我们做什么。首先的话呢，首先使用九九乘法表，然后运用阵列及回圈，跟前面一样显示一个九九乘法表，然后呢程式左右显示九九乘法表的那个乘积之格式为被乘数乘以乘数等于呢乘积，那被乘数固定不变哈，一到九 ，OK。那最后如果看到的结果类似像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那最后的结果啊就是这样子哈，把它显示出来，一乘一等于一，一乘二等于二，以此类推，而且方向哈是上面是一、二、三，是一直到九。那当然哈，你也可以改个方向，如果我要不是这样，我要一在这边，一在纵向。二在纵向的话，那怎么办？啊，你也可以改一下。反正呢，哈，考法很多了。你当然，如果说你只会横向，那你不会纵向，表示你学的还不够透彻。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要怎么撰写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嘛，哈。那写法当然 ，do while， 我想这个是固定的用法，或者你可以用一个 while 来写也 OK， 或者甚至哈，你用 for 来写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好，那如果说我用度回圈来写，该怎么写呢？首先这边呢，因为有个乘数跟被乘数，那这边的话，我会宣告一个是 i 跟 j， 分别是乘数跟被乘数。那 i 的话呢，预设值给它 1，j 的话预设值给它 1， 那内回圈部分我们要除以什么呢？内回圈部分的话呢，我们要这个首先乘以就是处理横向的部分。所以横向的部分就是说呢，预设值是1，对不对？所以1进来之后的话呢 ，i 等于 1，j 也等于1，进来之后的话呢，那 i 就1乘上1等于两个相乘，然后加一个什么？加个 tab 键，这应该可以理解了哈。然后呢 ，j 加加，因为再往下加，然后再回来之后呢，变2、3、4、5、6、7、8、9，9之后的话呢，符合这个条件怎么样呢？跳出。i 加加，然后呢，再换行，这应该了解，换行哦。那换行之后呢，换二，所以哦，最后结果就是先把一处理完，对不对？换行处理二，因为 i 变二嘛，处理二，处理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九完之后的话呢，那这样的这个地方呢，就跳出 i 就完成哦。所以这个逻辑观念应该有吧？哦 ，OK， 如果说你这个就是什么表哈，可以不需要参考我的这个程式码就可以写得出来，那就表示说你真的会了哈，就会写 Java 的东西了。那另外呢，也请各位哈把这个 do while 回圈改一下，改成什么？改 for， 改 while， 写写看。如果你也可以写得出来，那表示你回圈真的都懂。好，试试看，好不好？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